李弘基合体阿信，自保狠心，随口随到。韩国人气乐团 FT Island 主唱李弘基，三人以创作者身份出席 Stay Real Life 在场证明特展。主唱阿信合体，两人都是乐团主唱兼经营潮牌，没想到私下交情也不错。哎，昨天跟李弘基聊到了，如果去韩国的话，他要用他的车开车载我去吃东西。至于两位天团主唱未来有没有机会在音乐方面合作，李弘基表示，저는뭐아신형님이저를불러주시면저는언제든지준비됐습니다。这样会不会显得他太闲了？你们也不要这样，还是要盯一下，好吧？也不要。五月天团长怪兽的妈妈去年十二月过世，从小在他家练团的阿信仍带着悲痛。如果当年就有打卡的话，我希望在那个怪兽家的那个小房间打一个卡。乐动新闻，一切就是从里面展开的。阿信的回答有洋葱，报道。